没有啦，因为可是睡前的爸爸开台前有睡一下。然后，差点爬不起来，所以标题才会变成这样子。还好啦，不会累了。啊，欸，我睡觉的时候有用零点挂机耶，踩到99个那个水晶可以卖钱了。舍不得，不舍得，哦，想舍不得，不舍得叫做怎样了？没有啦，就啊，不要不舍得，好吗？有舍才有得。我没有显示，等一下哦。刚才有个广告，留言我的眼睛自动屏蔽掉，欸，好，那他们是要带团团结主线，毕竟弓箭前面也不好解。哦。我是不是先解？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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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怎么卖啊？出售道具袋，欸，没有道具箱。你看，我过往去睡觉的钱，啊，好爽哦！好诶，好诶，财富自由。我可以做什么啊？练手前期做什么好啊？按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可是我就是觉得要用就用到底的那种个性诶。这个，哇，好多。就挂着睡觉啊，那时候关台，然后就是先做那个什么地质学，就挖矿可以多挖一次，然后就是连发手把连发下去去睡觉，然后睡了一个小时起来。为什么会没有烧鸟的啊？我记得以前我真的是做烧鸟的啊。欸，问一下哦，有会玩的人吗？请问一下，肉球印章是怎么得到啊？是打野外的猫咪吗？为什么还没有啊？你要做做看怨虎龙的吗？我有啊，这个啊，我是没逆鳞啊，打黑猫，黑猫是什么？野外的黑色的猫吗？还是什么？我觉得这很可爱，欸。欸，这个，而且是麻痹属性，欸。欸，我去看一下。欸，问一下哦，强化太古跟麻痹之技，还有哪个比较好啊？我想要就是
有三个，下一个推荐什么？也是低几率哦。我想说我记得我打到一张券，后面又没打到了。運の用事ならここに来い。あら、こんにちは。またのお越しを。也村庄任务好了。好。感觉都很恐怖啊。白三眼，你催眠，啊，完全没有发动到效果，靠腰，捕获任务。怎么按不太动啊？靠腰。Miss K 的。挡不了够。鱼转弯了，鱼。完了完了完，睡觉睡觉睡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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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
春刃的血量真的好少哦，不吧，真的好好破、真的就下位再下位啊！哦，真的假的？所以他的下位是下下位，然后现在的上位是下位，这样子吗？那我在客气什么？天啊！去哪里？走快点啊！还被咬死。真的是下位素材，所以我都直接打机会。哦，这样哦。骗子。那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我想说，在村人这边解完任务再去玩，打高一点再去打集会。哎、欸，白痴！我怎么被麻到了？哎呀，他好哭啊！白痴啊！浪费了，浪费了，浪费一个地洞陷阱，低能。说不定上位的青雄打得赢春刃，什么意思？你是说集会的上刃吗？打了，我们去打集会。打集会，那集会有些还蛮简单的。聊天，谁想跟我聊天？能看到诺英在挂台的时候，我在挂那个嘛，那个魔物。刚刚说，哎、欸，烦，我说我不要。然后我就在两人打我不要的时候，他就在那个DC敲我，他就哭了。哎、欸，再问一下，快点，强化太古之技跟什么闪电哦，麻痹陷阱之技，排个
推荐用什么啊？看我开心还是什么啊？因为我现在有个强化太古加麻痹，再加回复泡泡之际的应援，还有一个你们推荐什么？豆子早，看我开心吧，干就知道你会讲这种，就是不知道才不开心，你懂啊？会帮我赚钱的我才会开心啊。啦啦啦啦！强化太古大于素材采集大全。强化太古素材采集是什么？也是技能啊？素材采集之技吗？还是什么环境生物什么的？分辨。好，那窃贼猫的技能叫什么？可以进阶了。又有个猫技能会提升素材采集的，我再去看一下，好像刚没看到。你对他没爱，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帮你赚钱呢。设置吸引环境生物的，这能干嘛？这个是陷阱吗？对不对？不是欸，而且一段时间不会听到。好像这个很凶哦。それじゃ、また。没事，感谢我再看看。好，那逛街，我等一下再来看看好了。有个限制条件征求的可以看一下。哦，是哦。对不起，我发现我真的好弱。啊，看。连特征都可以先有啊！你没看到猫全都是黑白猫吗？对啊，它只有条件跟资源类型而已啊，没了啊！就只有外观跟资源类型吗？还有什么？这不行啊，没了啊，对不对？你看，它只能调说你要什么资源类型啊。资源类型哦，对啊，还是你是叫我全部改成掠夺猫？因为我想说我的资源猫还有一个还没有好。资源类型会哦，真的哦，非常脏，这不是只有影响一跟五吗？第一招跟第五招的技能吗？我那时候看是这样子的。就不是只影响资源，就是一跟五是固定的，其他中间三个是随机的吗？那有差的话，嗯哼哼，好，无限制，随缘，不够。不够。
気をつけて。受け付けいたします。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ご分を。主要就是那两个，但是那些是限定的，你不选，你要选只选人形盾才出现，但限制的就是哦，对啊，对啊，对啊，那这没错，没事，谢谢。哎，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是不是穿采集装在打怪啊？好像可以耶，我猜我穿地质学的在打怪，哎。表示刚刚的怪真的是不强哦，不强哦。打啥？土狗龙。哇哇哇哇哇！后期会上 buff 的猫猫很强，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就要这时候开始挑了、啊。我每次回家之后都在营地里面发呆，不知道干嘛。想说至少做点事情，然后那时候番茄跟我说后面都带猫不带狗，可是我看到有些人后期也是有带狗、欸，远程吧，远程都带狗是不是？黑狗，不，黑对狗。叫什么？哎、欸，怎么卡卡的？这么棒哦！
我就觉得这烟好棒哦。话说黑带装好像只能当到五星人物，对，所以我才在想说后面要怎么办了、啊。哎、欸，吉娃娃，叫你吉娃娃。干鸟鱼走、哦。
什么？啊！我的陷阱没有带，狗走了，狗走了，打不赢，打不赢，狗，我们走了，我们走了。あと少しで枯れそう。干嘛追那么紧？番茄怎么这么紧的？物理来讲，驯龙武器很不错，至少够你上位撑好一段时间。好，驯龙哦，那等我有吧，但还没看到他。OK， 行きましょう。もらいます。狗狗，怎么很紧？都没追得这么紧啊！在想啥，男人？这什么？哎，怎么在哭？罠の準備できてる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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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弄叫打伤鸟，然后不小心打错，打死闪鸟，抱歉了闪鸟。没事，他们就欠打，懂吗？懂吗？啊，对耶，捕获。还有驯龙难度比，有，我发现他的招式比较不一样，这个我有注意，谢谢。哇，打一只就40分钟了。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嗯，看一下有没有驯龙哦。看来我想要先弄出驯龙套装好像有点难，我还是先随便做个过渡的好了。英雄骚鸟黏狗龙啊，你们都是跟路人打吗？我说啊，不对齁，番茄应该有人。捕获几率1%，挖的还有5%，还是我真的要带拿太刀了、啊？天哪、啊！就练武器用上位来练这样子，你自己打哦、喔，那么可怜，朋友找你玩你还自己玩，我好像没时间，我好像也没资格说你呢。我的队友们。跑去露营，跟交新人了。不是应该都要自己 solo 打完吗？没朋友，我还是有啊。就算不是朋友，他们也是我同事啊。
但需要诀窍。高反，就练呢、啊。那太刀范围好大哦，比较好打一些怪，像这个海爬，就你每次都在那边闹啊。行きましょう。他们没利用价值的，谁没利用价值的？你说番茄吗？那番茄怎么会送门？哦，你好坏哟、哦！番茄要说你胖。我打完这场就差不多了哎、欸，我的身体会摇哎、欸，红桃妹妹快一起摇啊！干怎么上不去？做一个乌猴。群聚！你打快一点比较好，上位有一套贝壳套，你应该会喜欢。我知道啊，那个比基尼耶，我还蛮喜欢的，喜欢，真的喜欢。没有，也不是说我想要很快推主线啊，主要是，我也讲了嘛，我比较喜欢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如果像他们都 HR 级四，因为我今天突然 HR 六了，那他们就觉得说，哎、欸，也不用我啊，这样的感觉啊。不过番茄说真的啊，礼拜四你有没有想玩啊？如果想玩，我位置可以给你啊。早点休息，那你等我打完这个吧。这任务好久哦。我觉得你跟他们玩比较好，干嘛？怕尴尬吗？怕不熟吗？你至少跟陈米熟哎、欸。
我主要是想说，你都买四人包给他们了，啊还没有找你，又觉得对你过意不去。要晚安，没有哦。咪咪的话硬要说，我上次一次跟他也是第一次联动，可是你跟他熟啊，至少你敢贴东西给他，就说看，原来其实不熟哦，笑死！我在想那天应该会吵来吵去吧，等三个妹子攻击我一个。我怕他们为了我吵架，为了跟我吵架，啊，伤了我们的友谊。你看，你是不是在哭？没事，你们去玩吧。没事啦，真的没事，你们去玩。又好。要动哦，拿太刀了哦。跟繁星吵架，对啊。我想起来了，那天说电影的梗就是我好像。哎、欸，有点什么？有个优点哦，就是有点喜欢你，还是什么？看，就觉得很老梗啊。哎、欸，不是吧，易怒体质哦。哎、欸，这只很凶呢，对不对？有哭泣的声音，我对吧？就不是我在栽赃，就感觉是在哭啊。那你在哭哦？哎、欸，我倒是还没来过这里，泰哥。番茄都在勉强自己，想到一首歌，《成全》。你们去哪了？怎么没带我？人选怎么唱忘记了？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哎、欸，
我忘记拍照吗？啊，你是黑猫对不对？黑猫在这边。哦，这个哦，就偷这个哦，取回长春藤。电猫。啊黑，这个猫会掉吗？不会对不对？哦，哦，那个猫有，拿片手剑的武器哦。哎，对，我来过这里，这边是干嘛的啊？他说这边会有东西或没东西，对不对？安全。嗯哼哼哼，嗯哼哼哼哼，嗯哼哼哼哼哼，分手那天，未必永远存在，爱的完结，一个人的成全，好不过哎好，好过三人的哎，好不过三人的纠结哎，什么唱？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付出给你。忘记了，我要找歌词，忘记了，大家留落音的。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哎呀，哎呀，哎呀，哇，打一只啊！哎，没有，你懂？哦，打一只，打两只啊，这里。还是要那个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叮铃，很好理他们，啊没办法，看到可爱的武器想做。你过来，死了。对啦，躺好。もらっていくね。一歩前進。欸，啊蟲咧？剛剛不是有蟲，我走到。欸，我來了，你來幹嘛？你要去哪裡？よろしくね。哦，你說躺好哦。你凶豺龙哦，你看，这叫荡，我都陷进去了。啊！你叫唐好，你是凶豺龙哦。啊啊！你凶豺龙哦。看一下怎么唱哦，成全，等一下先看一下有没有抽奖，有诶、欸，迷你潜水艇，拜托让我中大奖！啊！他能干嘛？好可爱哦！他可以养吗？好不好？我唱成全给你听，好不好？不要脏了，不要脏了。嗯，猫是活力之狐剂啊。攻击嗯还
可以到自家那里哦，是装饰哦。哦，然后之前有些装饰都真的抽不到，哎，我好难过、哦。村庄内移动，自家哪里哪里哪里？水，这里这里有水，哪里有水？哈，秘密情报，这游戏有家了哦，不爱家吧？你看吧，跟我一样，玩到处野，到处浪。我管家，管家，画廊吗？不对，分辨设计。哦呼，谢谢四五家迷你潜艇。好了，没了。谢谢，又回了一个。好，来喽，成全。很像海胆诶、欸。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等一下哦，闭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啊、喝啊，好晕哦，哦好晕哦，哦我跟你讲哦，我昨天就是拍照给一个人看，然后他就说，欸，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觉得你今天比较好看呢、啊？我说错觉吧，我说你又不是没看过我。黑带装好像可以升级啊！升升升升爆！哎，他不是有那种。我怎么记得他有那个哦五什么意思？还差十六，一、二、三，哦，承知した。耶，又多了六，多少？五六三十，又多了三十攻防御。对啦，任せておく。这可是对修车行来说最大的喜讯呢、欸！太好了。我替修车行同仁感谢你。抱歉，来晚了，没事没事。你错过了刚刚的歌唱歌回，结束了，没有了。看来还能撑一段时间，对，但是武器就不行了、啊。
武器就腕が鳴るわ。哎，武具の手入れを怠るなよ。这个就没办法啦，后面没有线。啊，声音好赞，我比较喜欢开有回声的，不然清唱觉得好怪哦。可是上次以为我消除人声了，结果是我自己听没有人声的声音，你们听有，因为我完全没对到拍，我快笑死了。很糗欸，用怨虎或驯龙的，那所以我要去刷怨虎龙啊。那我是不是要打逆鳞？逆鳞是下位嘛，对不对？驯龙衍生有吗？我刚刚没有呢，我驯龙衍生。对啊，我没有驯龙延伸，下回有低几率，还是你要跟我玩？我是说魔物，你不要乱想好吗？你这样我很为难，男人不要为难男人好吗？为难。第一场然后你好，不玩了，不玩，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你走开，不要，你走开，你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跟你玩，不玩了，我不跟你玩。连修车都没拿到逆鳞，我很难过哎、欸。这边是不是不会有啊？这边不会有。我家没人，啊，所以嘞，可以去你家偷东西吗？啊，随便拿，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喔。哦，是不是这边才有怨虎龙啊？我家跟我店面好像有点远，可以偷番茄的心，我不要，没有用。我会把心拿去种，好吗？看看会不会生出更多的番茄。尊人在五星啊，好，谢谢。等一下，我已经打了几场怨虎龙啊，我总共打了四只了吧，完全没有逆鳞欸，有没有那么衰？金不阿奇菜龟，对啊，衰金不阿奇菜龟，捕获3%，啊，几率这东西我真的好怕哦。看一下，孟子加倍啊，啊，结果嘞，80抽没抽到，真的不喜欢玩抽卡游戏。哎、欸，没锁，白痴哦、喔，难怪啊！做事，猫，做事。猫，你做事了，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等一下，我怎么了？我好烂哦！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我用菜刀往上看？我怎么烂啊？天哪！装备，来哦！初见安安，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今天我怎么那么烂？先拿来练刀，完全不会操作，直接上场了，有没有？很多公司行号，啊，都只是教你个大概，说很简单啊，结果嘞，就第一天就直接叫你上班了。我那时候第一次操作收银台也是这样子，他是叫我说就输入金额乘以多少，按确定，然后收银台就会跳出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很紧张，好难哦，我好烂哦，怎么办？还是真的很累啊我。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今年整个都是，哎喂，你怎么剑切靠腰？怎么切？等一下，怎么剑切？看一下哦，看一下哦，哎、欸，不是。哦，好，应该是可以了吧？不喜欢智障哦！天啊！我的奥尔多 DLC 的吗？对啊。不行，我是白痴。哎、欸，我切了，其实我切了。各位，我不行了，我要回家了。我们来日方长。手太短了吧，白痴哦、喔！我这边耗水的，太刀不熟，按键很难玩。对，怎么办？我回去好了，我好烂，我最烂，我就烂。那好不好拿蛋才比他？等一下，他耗了我三罐水了，我好烂哦、喔，各位，我好烂哦、喔。DLC 买组合没有，它就只是个猫耳而已，它就单纯是个猫耳，还有丹麦的猫耳跟丹麦的尾巴，丹麦哦，在丹麦哦。白痴又按错。
屁嘞！对耶，有这招哎！你累了哦，你还可以累哦，哇，哦，我比较累。你既然累了，我都还没喊累。看来有希望，我可以把他磨到死。哦不，十分钟了哎、欸，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哎、欸，对，你的小铁满我心里所有的期待吗？下课。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哎、欸！不起来，不起来，不起来！都作弊，不起来了。水喝完我们就回家。我还没试过，来打我！
我听到开枪的声音，啊，砰！我搓！想挖，他没有无敌针吗？好闷！有这么危险哦、喔！水喝完了，想不到啦，什么东西？蛛丝小圈圈。没了，我不蛛丝了。蛛丝小圈圈。我真逗自己开心了，天啊！要。好了。好了，我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换武器，感觉是可以啦，只是真的，我搞不懂剑切跟那个收割，弓箭装备，怨虎真的不。太会打，你就去找非目标终极一下。哦，对耶，分辨道具。那个是不是可以编掉了？为什么繁星战的歌我几乎听过啊？啊，老歌啊，你还想听什么？叫什么？啊，矿没挖，亏了。他会飞吗？他不会。飞目标换位置了。哎呦！
刚可以吃团子的哎。嗯，一两次哦，这我知道。哇！我被钉在墙上，完了。哦，谢谢猫。明明拉了，我拉铁线了，他滚什么啊？你滚什么？你滚什么？可以抓了，来不及了。还有刚刚我看你用太刀樱花，建议别用太刀。最烂的重叠刀就是樱花，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消耗红刃，还不如用灯笼。我不知道啊。好，因为他们今天说什么樱花很爽，确实刚刚用起来真的是蛮爽的。等我熟一点吧，但好嗨。看破跟剑切，哎，很一样的吗？啊，纳刀啦，纳刀跟剑切按法会搞混。哎，结果11:30嘞，没逆鳞，我再杀，我再刷，我再刷嘛。我要血池，你练时候反而会造樱花多糟糕。好，好的，有啦。我其实我看到就是樱花是上刃嘛，然后耗两颗铁线的是才会耗刃。哎、欸，这是不是？哎、欸，哎，打过了、哦，白痴，白痴，白痴。
短期催眠，弱小，弱小偷来。哎、欸，我吃错了，我怎么吃火药？白痴！哦，哦，研磨啊，没事没事没事。跟我走。我告我告，你看我起狗哎、欸！就等优芙莉亚，お話できて。没有东西捡，对、啊。よろしく。你在哪里啊？咦？好了，算了。啊，还要被猪撞，烦欸。撞他，对猪。玩太刀一定要到训练场熟悉按键。没有啦，我刚刚就是爱玩，没事没事。我刚刚就是爱玩。怎么了？他怎么也晕了？哎呀！没事没事。卡卡怎么都会掉针啊呜哪只鸟是叫啊吵死了人家在这边拼死拼活的叫屁哦这只好像是今天
在打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可以断尾，对不对？哇！对，但是我当时比较难断尾，是因为我断尾了之哎、欸、破头之后他才死，所以我是来不及断尾。对，确实我是这件事我知道，我知道他可以断尾啊，他断尾像指甲一样。还要鬼火状态，进用强龙票就可以把鬼火的在原地给他自己装，也比较安全。好，好的。哎，嗨。像这样子哦、喔，哦，哎，哦，哎呀！你是看到猫咪提示，还是看到右上角协调啊？为什么你都看得到啊？
完了，希望他下辈子可以当一只会掉逆鳞的好猫猫。因为舞龙有个麻烦一点，他没有虚弱状态，他不会虚弱的痛。小地图的魔物闪蓝标，会闪蓝标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周围会闪下蓝色吗？是吗？我习惯凭感觉，我是打就对。可以捕获的时候，小地图会有显示蓝色闪烁的标志。哈，我不会看小地图欸。地图上他身边有蓝色骷髅，那时候可以抓。哈，是闪一下子吗？之后就没了吗？还是会有啊？一直闪哦，好，那你用超级留言30块提醒我。会一直有，我知道右上角会有那个啦，蓝色的一个东西。可是小地图我不知道有五脏耶。你卡连40块了，那没办法喽，用芙蓉就只能再死一次了哦。没事啦，自然要习惯啦，不然太专注看魔物没看小地图。那、啊、你不要给，不要给，不要给，都不要给啊！卖给卖给，嗯，我想一下哦，先飞。不过其实凭感觉可以了，你算一下，他全身被你破掉就可以抓，不一定要跳体。不是啊，就是我没办法断他尾巴、啊，而且真的是打得很开心耶。
哦，有也爆了，碎啦！谢谢谢谢谢谢，好棒好棒。哎、欸，他不能背对虫就对了，好，太难了吧？哎、欸，不要给我钱，我才起来。好，货到付款。哦，每次都背对，我气死。我有进步了吧？掉掉掉掉，又晕。可是用在太刀应该比较帅。下位而已，开心什么？还是说你要不小心打死没拿到下，把我跟你，哈，下把我跟你打哦，我跟我打哦，嗯，你的分段有点奇怪。哎，啊，丢脸丢脸，哈哈，繁星好丢脸哦，繁星。这什么？哦，哦对耶，这一招。啊！我想要喝水，我想要喝水。你前面青蛙想压你，那你把它当成我啊，对不对？
这样子双赢哎。没有闪啊！对不起，他又死了，我很抱歉，我太专注想打尾巴了。哎，燕子，燕子陪我。我打了第几只猫了、啊？我从死。猫，你死得好惨啊！猫，你看，有肩膀的男人，欸、还有哎、欸，尖，我对你付出，圈圈晚安，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对，有逆鳞的好猫猫。哎、欸，不是，搞不好结算还有啊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没有，没有。好，那个番茄你邀我吧。番茄邀我，番茄邀我。等一下，隐秘队。本日大特価でございます。運は天にあり。大奖哇！你看燕子啊，就抽到大奖了。前托，想一下哦。对。お友雇用窓口へようこそ。招募队员，招募。啊，不不。お話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よ。这款系可以邀哦，可以啊。你先去创房间嘛，那可以邀请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开了，那天雨夜他们进不来。不然你开，你先开好啊！对，就是这样子啊！番茄你长大了。然后隐秘队，等我一下哦。哎，为什么没有啊？进行游戏。有了吧？有了。你有没有设密码、啊？不然外人进来，我很怕、欸，我很怕他太强哎，猫就会多死两只哎。好啦，这场打完啦。那我重开，不！哦，连很久哎。啊，叫我关台的声音来了。我对你付出的，你重开了吗？老子在连了，你那边重开。啊。去你的。
你没重开？那你没重开，然后怎么连不进去？我要连进去怎么一个人？我刚看到你竟然又出去了，好吧，好不好？这游戏不让我们这样玩。看一下哦，进入游戏，邀请大厅，啊，密码多少？哎，好嘞。番茄告告，而且你是拿太刀，无耻！哎。好，我注意留意，好吗？如果这一次再不小心被我打死的话，如果在番茄抓之前我打死的话，我再唱一首歌。準備完了。啊，燕子，我刚刚有跟他们说，对不对？啊，是打这个哦。你都拿什么？我偷看。啊！你真的会拿这个来吃哦？好吧。哎，交给他了。他是成长的，不成熟的番茄，我们要相信他。他可以好好照顾自己，不需要我们。成熟的番茄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看一下哦。番茄，我来了，番茄。
哎，每次拉都没有中，不起来了，不起来了，作弊。打他，打他是番茄，打烂他，打他，对对，扁他，对番茄扁他，对打番茄。哎、欸，我每次都背对他，好烦哦。不是应该打尾巴吗？你不要打字。哎、欸，等一下，从一只龙掉下来哦。没事没事，没见过世面，反正要补货。哦，对耶，可是尾巴断掉有奖励耶。哎。欸、哪里啦，没得撞了啦，哎呦哎呦哎，番茄我很抱歉。有欸，番茄你好猛哦、喔欸、不是不是、欸、你听我解释，哦你好帅哦，番茄你好帅哦，番茄你好帅哦，哦番茄我怎么不起来，起来是小狗。旺，旺。不要不要，
天哪，我又没注意耶，天哪，为什么会注意到啊？我在砍呢。为什么啊？好啦，没救了，这真的是缘分了，没办法做了。玩习惯了就智慧了，结果还是没有。对，啊靠腰，我刚刚不小心拿衣服去碰到脸，有血沾到衣服上了。好啦，感谢番茄，感谢各位啦。没有浮浮虾造型抽奖，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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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很想要啦。这样子，我好想要啊，我好想要那个公仔啊。你怎么快速离开的啊？你凭什么可以快速离开啊？疯狂的看，对啊。往死里砍呢、欸！这不是游戏好玩的地方吗？离开大厅，啊，想办法明天开台前弄出一只。我要先剪片。我到外面啊，可是我看到你离开了、欸，哎，还是是我离开？啊，好啦，感谢各位，那大家早点休息哦，晚安晚安。我去找人安慰了，我要埋在他的怀里。啊，可以哭对不对？我哭。我哭，不是笑啦，啊，打不到，打不到，不是你，好吗，棒子，不是你，认真点，棒子，不是跟你讲话。啊，可以用连发手把去敲矿、啊。好啦，感谢，那有空再来教我玩吧，大家晚安，晚安，晚安。